压到了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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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那个副委员长，还有游团长，各位游海外侨眷，医药卫生专家，各位女士，先不但要行政院竭诚欢迎我们海外侨眷医药界的先进回到台湾来，特别表达最热诚的欢迎。台湾，事实上，我们很小，人很多，又没有天然资源。但是在过去半世纪以来，我们就在地狭人稠、没有天然资源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缔造了一个经济奇迹。除了经济奇迹之外，过去我们拥有最长的戒严军事统治，一党垄断政权，但也在大家非常努力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在去年完成政党轮替，而且政权和平的转移。所以台湾在半世纪以来，我们除了缔造一个经济奇迹之外，我们又缔造了一个政治奇迹。12月1日是政党轮替以来第一次的大选。那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呢，我们在和平平顺的环境底下来完成。是这个选举里边已经很清楚透露选民重要的讯息，那告诉所有的人民合作政局的稳定，金融界的挑战。我想金融时报曾经把这一次的选举誉为是台湾历年来最干净的选举。我先召见 WHO 胖胖万里上